我起来，起来。干啥呀你？干啥去了？这不是做梦呢吗？你看你这俩插花伙儿干啥呀？清醒来！咋的了？你干啥呀你？睡觉呢是吧？你看我这睡姿吗？睡美人吗？搁这？这睡觉呢吗？啊？不是困大劲儿了，就躺着就睡着了。我问你刚才干啥去了？你说是刚才啊？刚才干啥去了？啊？刚才啊，刚才我上趟厕所，上厕所去了。那我隔院喊你，你没听见呢？你还喊我了呢？我的嗓子都要喊冒烟了，你没听见呢？啊，那我能听见吗？我没在咱家上厕所。你跑谁家跑顺腿了？什么嘛，我就跑谁家跑顺腿呢？我寻思上趟厕所吧，我寻思上哪上去呢？我就琢磨，哎，对，我在咱家那苞米地上的，跑苞米地上厕所去了。我就寻思吧，哈，这多少这不也是一点肥料嘛，哈。我就想起李白那首诗了，就“肥水不流外人田”嘛。因为这片土地是生我养我的土地，我对那片苞米地特别有感情。看那天空，哎，那空气，那给我别给我扯用不着的，太好，上完厕所干啥去了？上完厕所，上完厕所，那能干啥去？我问你呢。是啊，能干啥？告诉你能干啥去？我回家呗。对呀，我不也得回家吗？我不回家，我搁苞米地干啥呀？对对，我也回家。那你咋没回来呢？是我不是上完厕所刚扭身要回家吗？就在这时候，老伴儿出事了。啥事儿？哎呀妈，出大事儿！电视里那 UFO 你看过没？那扯那用不着的。不明飞行物，在我眼前嗖这一下子，那家你猜啥玩意儿？耗子。你咋知道呢？不是编，确实这么大个大耗。那是耗子吗？那是猪羔子。不是，你看的角度不一样。你在这面看着就挺大，你看我是这么大呀，好像这么平。这么大耗能把你吓那样？我就天生怕那玩意儿嘛，就怕那。你说我遇见耗子，我应该咋办？为民除害呀。对呗，我为民除害，我得逮住他，我就追他，我一追这耗他就跑，他跑我就追，哎呀妈，这耗我太厉害，农村那苞米地那垄，咱家那是不是得有正宽？这耗嗖一下就过去，哎呀妈，那我给你学一下啊，咱家板凳，你瞅眼老板啊，就那耗子离挺远，是。嗖就过去，哎，我一看他过去了，我也不能让人笑话我呀，我也是嗖就过去。哎，老伴，你说这嗖嗖嗖，哎呀妈，那就和跨栏一模一样，那速度太快了。刘翔看着都得气死了吧？咋的呢？你比萝卜丝儿都快了，这家刷刷的。不是啥呢，我就几步就给他超过去了。超过去之后，完了，那我一回头哈，一瞅他不跑了，他拽了，可能是拌苞米顶上把脚给崴了。啊，那他当时没这样去追你吗？啊，追啥追？他就坐那瞅我，他瞅我，我就瞅他。我能在乎你？我越瞅我越来气。我后来我啪，一脚就给他拍那，拍死了，是不？准呗。准。好，来，来刘能来，把鞋穿上，走。我从小长这么大，我就没见过那么能跑的耗子。鞋穿上，走。不是，带我看看去。大胆，你别走。大
半夜上哪去找？找不着了。找不着了是吧？这找不着了。埋上了吧？你咋又知道了呢？是埋下了。我寻啥，老伴儿，你听我说，他咋的？他也是一条生命啊，入土为安吧。我草草的就给他安葬了。不行。嗯。挖出来去。按照规定，我给得给他火化。不是。那这请的，这找不着了，上哪找去？我告诉你，刘能。你今儿要不说实话，明儿我就给你火化了。说啥呀？我告诉你，刘能啊。我刚才我可出去了，我可啥都看着了。你是自己坦白，还是等我说出来？啊？你都看着啥了？我啥都看着了，但我没看着你。你干啥去了？啊，没看着我哈。嗯。那就行了。说吧，干啥去了？那我说啥？我说啥呀？不说是不是？有啥可说的？不说是不是？哎呀，真没有用处呢，干啥？干啥呀你这？说不说？我问你呢，说不说实话，刘能？说啥？你我不给你脸了，我告诉你，贺不加加，你这说不说？说不说？没完了，说不说？不是。不怕我了是不是？别你说不说？说不说？我说，我说行不？说干啥去？哎呀，要不咱俩没完。你这钻石，我爸哈，我确实是出去一趟，是全原先上厕所那都瞎编的。我看着谁了？我看着谢大脚了。看着谢大脚了？嗯，跟一个男的，搁那黏黏糊糊的唠嗑。但是我保证那男的绝对不是长贵。你说是真的吗？我当这么多人我能骗你吗？这真的确实真的。那男的谁？那也不好说呀。咋不好说？谁让人都听着咋整？谁听着就咱俩。我告诉你，你可别说啊。但是我得找个没人地方，闲人免进的地方告诉你。上哪儿去？进被窝，你咋那么多事儿呢？我们特别想看。